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节操为你而调，祝你那销魂的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多为你带来的游戏视频解说。这是来自于核武攻击的上校老王给我们带来的鼠爷，地图是巴黎标准模式。我靠，我们在右边的出现点位，鼠爷这个版本鼠爷变强，哎，免费，我操，网管，屌屌屌！哎，今天跟一个网吧老板聊了一聊，他也在玩数字，我靠，他说现在重庆没有哪个做什么网咖成功的。还有什么上海那些地方消费水平本来就高，所以那样能行？不是，他就他的态度是说，真正的网咖，比如说他到台湾那些地方去用啊，比如说你去点一杯咖啡，然后你就可以去上网，人家是这种模式。哎哎哎哎，大拜托你咋了？哎呦我操！啊，1386也是，不是什么什么呀，大哥？喝假酒了？哎呦，100鼠爷白兔，德系超重型车辆三连发，我们绕到这个位置，这打算往对面的菊花部位开始绕。哎，一百你比较快点，你可以推一下他。哎，你妈你又过来挤，大哥你要干嘛呀？啊，我没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。哎呦，还三个圈呢。啊，别打。哎呀，妈的，老鼠上弹有点快啊。哦，面对三个这个玩意儿，他只有后退啊！哎呀，这个老鼠的炮有那么水吗？小心啊，小心！你看那边那是个啥？那是个强奸犯183，183怂了，妈的怂了！哎哎哎哎！啊，捡到宝了，好！我靠！我跟你讲，其实白兔上弹比183还快。哎呀呀呀呀，什么他妈情况？92呢，我靠！打了再说，对吧？嘿嘿，92下一发上好，还早。2261一时半会儿打不到。哎，大哥，你能不能爱惜一下自己？虽然说你也是鼠爷，你这三面被撸，等会儿183出来撸你，反正你就跪了，你就回车库了，好吗？好，这后面这两个来了，100突干死，好漂亮！哎呀，哎呀，老鼠说是变厉害，但其实你要拿去浪嘛，那什么车都被你浪的死，对吧？耶，又要炸呢，炸你妹妹！哎，小车你干嘛？你来不来？老鼠往这边开，哎，先干他一下，漂亮，往回一缩，不要着急，对面从那边围过来了，那边的队友全都跪了，我靠，这都打到了，啊，他强行修了走呀，这个修的好亏啊，修人家接着断你。好，把那个弄死，漂亮，100打的，德系超重型三机友啊，在这个地方欢迎你们，去死，漂亮，小心啊，太过去，哎，别，哎，好嘛，你上，反正你他妈血多，小心右边啊，你被挡住，啊，好。
啊，鼠爷血最少，鼠爷缩一缩。哎，这右边有没有人管他？啊，没人管，有人管你就可以怼他一下，他就死了。我靠，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啊，什么战甲？妈个臀！打不过就战甲？哎呦，我靠，真打不过呀，他们！还请求个求支援，就你们三个人，干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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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这你妈！哎呀，哎，对面要战甲胜利了。打不到打不到，打这个好漂亮。哎，对面占领取胜了，该不会鼠爷救家成功了吧。啊，我给他 开个加速看看呢。我操，这什么情况啊，德系拯救世界了。哎，不要啊，啊，打断了打断了，拯救世界了，拯救世界的一只老鼠，我靠。我几乎在最后的时刻啊，好，一百把它收了，只有261跟查迪伦了。看看这几个血量，我操，你们三个要上天啊，433的人头。查迪伦查迪伦，好漂亮，他血量太低了。正所谓啊，一代版本一代神啊，代代都有查迪伦，但是呢他血量太低了，能怎么办嘛。他要满血的一，那一百可能还有点心里面比较怂啊。你们也去占他家就好了嘛，等他来找你，你们跑那么慢怎么找得到他嘛。怎么做到的？妈，意识好加操作好啊，练呢，怎么做到嘛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！哎呦，跑哟！哦，一枪好爽哦！干什么？要变成533人头了吗？哎呀，453！哎呀，好好好，六，妈，你们三个有点强啊！嗨啊，大家好啊！这个现在是有人在问为什么不用片头了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因为呢视频广告太长了嘛，再给大家看片头那玩家就要抓狂了啊！目前我的视频已经登录了搜狐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，其他地方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那差不多都是他们偷的啊。所以如果支持我的话，最好就到这几个地方来看吧。你们的点击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另外微信公众号呢，因为也是没太多时间去打理，所以说也是很久没有更新了，我想去 copy 很多那种内容也没什么意义，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先关注一下，我们这边打算新注册一个微信号，会建设的稍微好一点，到时候会及时通知大家的。啊，对了，那最后的话，这个大家记得来加一下我们的节操群啊，大家一起来掉节操。啊，最近也是有很多观众来问到底该如何投稿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在这里在这里输入啊7678555@com就可以了。在标题呢记得要描述一下你的那个录像，比如说啊这个100啊十杀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但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文件拖拽上来啊，我们看一下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只要发送过来。发送过来之后啊，你看我这边就是能收得到啊，然后你也会收到我的一个自动回复，那就证明是投稿成功了。
然后另外是给大家说呀，就是如果喜欢的话，最好是得这个订阅我啊，订阅了之后呢，你会收到提示。一般我视频里面它会有主动那个订阅的提示，然后你们平时看视频最好是进到我的这个视频空间里面来，然后你们可以点像这种播单，就会看到像下面啊，你看我们点一下，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视频的专辑啊，这个一个是进空间或者订阅这种要快一点，大家很多人平时用搜索的，搜索其实很不靠谱，因为搜出来很少有人会去点那个最新发布，那个按钮也很不明显，特别很多人是在手机上看嘛，所以说这个就更不明显了。这个搜狐啊、优酷、爱奇艺、土豆啊，基本上都是这样，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最新最快的内容啊。接到这里吧，再见。